这个是一个特别明亮的转角的两房两卫。好，我现在在26层，厨房这边带一个吧台，这边能看到河景，非常的明亮。因为这是东南转角，厨房这边的吧台很大，它接着 move out。上面的冰箱，然后厨房这边还有窗。我们一起，我觉得这边有一个衣柜，这边是次卧，次卧是朝东向的，特别的亮。然后次卧里面的衣柜也很大。好，这边很多衣柜，这个是主卧，主卧是朝南的。主卧里面有一个衣柜，很 deep。洗手间，好，进门这边有一个挺大的衣柜，很深，非常非常深，进门安全。